中灯火明灭，起阴风，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来自冥王星的鬼灯奖。来，这个户外大型的活动现场都会有一些流动厕所啊。那这个人很奇怪，他居然在流动厕所里面拿起皮包这样拍，拍到什么呢？请看，而且还在笑。对。而且鼻子还蛮尖，就看他半张脸嘛，对不对？他而且他是拍到他就抽离了。啊！我们现场突然觉得越来越冷。来，马上欢迎第一棒马佑新先生。晚间外出看诊，风险有点恐。我小时候住在中立的眷村，村子里面呢有一个开诊所的灵医师。那林医师他为人还蛮热心的，所以村子里面不管有大病小病啊，只要生病都会去给他看诊。然后呢，这个林医师呢，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部分，就是他到了晚上他不会出去看诊。有一天放假，表哥来我家里面跟我玩，到晚上我们哥俩一块洗澡，洗完澡之后呢，这样表哥也就没穿衣服啊，跟着我这样到客厅上跑来追来追去。然后我就跟表哥讲说，哎，赶快把衣服穿起来，我说不然待会我妈要骂我们说衣服不穿，然后林医师感冒生病之后，林医师没有办法来看病。表哥听了之后呢，表哥笑了笑，把我拉到一旁跟我讲说：“哎，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林医师晚上都不出来看病？”后来表哥把这个原因告诉我之后，我记得吧，我大概两三个晚上没有睡好，一直做噩梦。差不多在那个时候的三年多前吧，村子里面有人结婚请客。也就邀请林医师一块去喝喜酒，这件事情是林医师喝醉了之后，在席宴上面说出来，村子里面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林医师他说，有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一个女人非常着急地敲到他诊所大门，可是因为那天林医师看诊很累了，所以他早早就睡了，也就没有听到门声，直到他在耳边仿佛听到。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很沙哑、很缓慢的叫她的名字。林医师，林医师。因为林医师很累，所以他觉得他可能是自己听错了，转个身准备继续睡觉。正当他转身的时候，他忽然听到“空空空空空空”，他很确定的听到。是诊所大门有人在敲门，他心想，一定是病人不舒服来求诊，所以他起来穿了衣服，开了灯，就往外走。当他把诊所的门一开的时候呢，林是吓了一跳，一个女人冷飕飕站在他前面，这女人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披头散发。脸色惨白，眼神呆滞地看着他。这女人开口了：“林医师，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女儿发烧，烧到昏过去了，我求求你去救她好不好？”林医师听到之后没有多想，赶紧转身去把她医疗器材收一收，放到医药箱里面，就跟着那女人出去了。就在这么深夜里面，在村子里面，只有林医师跟这女人走在村子的路上，林医师非常清楚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跟喘息声。可是他怎么走，他就是没有听到这女人脚步声。走出了村子外面之后，转了几个弯，过了几条街，正当林医师觉得纳闷说怎么还没有到的时候，这女人开口：“林医师，我家到了。”林医师站定往前一看，出现一个头嘎处，从头嘎处的窗户里面看到隐约的灯光。这个女人领着林医师跨进了头嘎处门槛进去之后呢，林医师看到了那个微弱灯光是煤油灯，他心里面还在想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点煤油灯？这女人拖了一张板凳跟林医师说：“林医师，你请坐，我去把我女儿抱出来给你看一看。”林医师走这么一大段，腿也酸了，坐下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呢，把他的药箱放在桌上，一放下来之后，转身一看，看到这女的。看到这女的下半身，微弱灯光里面看到，哎，怎么没有看到这女的双腿？林医师揉揉眼睛，正准备再看清楚的时候，这女人已经转身，走到房间里面去了。
没多久，女人把这个小孩子抱出来，用红毯包着，很急的出来说：“林医师，你快看一看，我女儿刚发烧，发高烧已经烧到昏过去、昏迷了，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这女人这样说完之后，林医师也没有来不及想说，他也来不及反应说，要求证刚刚他腿的事情，就马上把这个红毯抱过来。红毯抱过来的时候，从那女人手里面接过来的时候，他把红毯翻开来一看，林医师哇吓了一跳，为什么？他看到不是小孩子，这红毯里面包了什么？包了一条血淋淋的腿，而且这个腿上面哦还腐烂了，上面都身躯在那边蠕动。林医师马上一丢往外跑，往村子里面跑，跑到诊所。跑回诊所之后，这一路上啊，这一路上惊吓就不用说了。回到家之后，他把棉被盖着，躲在棉被里面，一直发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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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没多久，他定过神来的时候，听到外面有人敲门。这女人声音传来：“林医师，谢谢你这么好心来我家帮我女儿看诊，我还没给你诊费呢。”开玩笑，林医师当然不敢出去啊，躲在棉被里面动都不敢动。过一下，门外又传来这女的声音说：“这样吧，林医师，我把诊费搁在你门口，你自己再来拿。”没声音了，林医师躲在里面，只期待什么天赶快亮，动都不敢动。隔天一早，林医师起来，心里面想说：“昨晚发生的事真的还假的？”林医师到诊所把门一开一看，他看到地上有一叠纸钱，但是已经烧过了，没有烧尽。他马上去找他医药箱，他心里面想说，如果找到这个医药箱，那昨天就证明说是做一场梦。可是他大失所望，他失望，他怎么样都找不到他的医药箱，没有医药箱，他怎么看诊呢？他就凭着昨天晚上的记忆，又走出村子外面，转几个弯，过几个街。他找到他的真相，在哪边找到？他在乱葬岗的坟墓旁边找到他的药箱。临时找到了药箱之后，回到诊所，隔天生了一场大病。临时从那时候开始，再也不敢晚上出去看诊。你干嘛？故意耶！好来一起。你干嘛故意吓人？你们两个这边稀稀疏疏的，包着那个腿一打开，他就对呀。好的，那个其实今天在现场有一件事很恐怖，是吗？那个你们看丫头的眉毛，我去，我的画粗一点，我辟邪。怪眉毛，我刚刚录一录，我回头，哎呦喂，怎么回事啊？好了，现在马姐要跟我们分享了今天的故事是，我有一个女生嘛，她开了一个，以前不是要自己会开美容工作坊吗？嗯，然后就帮人家做脸啊，做身体那个。然后她开了一间美容工作坊，生意还不错，后来她就开分店嘛。那在开分店的时候，啊，她就请了很多朋友来。那当中，她就因为陈老师是她朋友，她就请了陈老师去，帮她顺便看看店面啊怎样。她也说，那老师我帮你做一下脸，好，谢谢你今天来帮忙哈。那个她就老师就到她的贵宾厅里面，然后就躺在那边，她就帮她做脸。他这样做脸的时候，人家躺上做脸，他这样一躺下帮老师做的时候，老师就看到后面有一只大蛇，冲到前面来。那陈老师因为躺着，突然他要来帮他做脸，那那个蛇头就这样冲下去，啊，他就开始大叫。要帮他做脸的那个小姐也吓得说啊，怎么样啊？我说没有没有没有。后来因为老师是拜妈祖娘娘的，那妈祖娘娘都会派护法跟着陈老师，那护法就跟陈老师讲说。这个大蛇跟这个美容师家里有关系，嗯，是他家里的事。然后陈老师就说：“哎呦啊，你们家最近是有什么事吗？哈啊，我有看到一只大蛇，他非常的生气，他也在吐他的蛇信，他很生气。你们家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你要小心这样，因为他们家呢在山上是，在山上抓野蛇来杀来做泡药酒的嘛，所以他们在山上就有一个公寮，就是有一个工作。”区啦，就是专门杀蛇的地方。那他们因为了工作方便，就在这个蛇的旁，这杀蛇的旁边，他们就盖了一间很大的别墅，就买了一块地，然后就在那边盖了很大的别墅。那个别墅盖好了，大概才
一年吧。嗯。然后那个因为有很大的院子，所以他们那个有一个小水池，是每次小朋友回来的时候才会把水池放水，小朋友就喜欢在里面玩。这样陈老师跟他讲完这件事情的一个礼拜之后，刚好他们家的礼拜六礼拜天小朋友就回来玩，回来玩了大家这里面煮饭啊，在弄着，不注意手突然回头一看，他哥哥的儿子竟然在那水池里淹死了。哎呦，那水池很浅哦，那个水只有到大概这个脚踝这边，这么厚的一个深度，竟然小孩会趴在里面就是淹死了，你知道吗？才回想到说啊，之前那个你的那个朋友说大蛇，说有个大蛇是不是跟那个事情有关系，然后就请陈老师去他们家别墅看。那陈老师到他们家别墅看，就说不是这个房子的事情，不是这个房子的事情。他说那这样子会不会是旁边我们那个杀蛇的公寮那边的事情，就带又带着陈老师到那个杀蛇的那个地方去看。陈老师一到那个杀蛇的门口之后，就看到那条大蛇又来这样唰这样冲出来，就也是这样很凶很凶这样吐，一直吐他的蛇信。陈老师就吓到说啊，对对对，底家一底家，就说他在这里，他说他在这里。然后这个大蛇呢就献那个镜给陈老师看，他看到她怀孕，哈，要生小蛇，已经很多蛇，但快要生出来的时候，却被这个爸爸抓住，把他肚子破开，就看到一堆蛇蛋，就突然这样掉下来。他爸一听完这个，当场就跪下来了，你知道吗？他跪的就腿软，就跪到地上说：“啊啊，还呀还呀，黑刚哦，他那一天，那个大概是两个礼拜前的事，黑刚我抬夜时阵哦。”我看到这個，我就知代志唔好啊！他也看到那个小蛇蛋跑出，那个蛇蛋跑出来，他也觉得那怎么办呢？他其实没有要杀这些小蛇啊，他就去，他说我有去用那个稻草啊，编了一个巢，一个巢，把这些小蛋通通收起来。啊，我有去放在土地公庙后面，请土地公保佑，让这些小蛇可以活下去。对对对。陈老师就跟着他们到那个土地公庙附近土地公庙去看，一看那土地公后庙，那个庙后面真的就有一个像他说的一个巢嘛，一个用稻草编的一个巢，那里面有那些蛋，有蛋壳，但是也有没有孵成的蛋，就是有的可能蛇已经也孵化了，有的已经死掉这样子。后来看到以后，老师就说：“阿姆哥，这个大蛇就一直跟着他们哦。”这个大蛇，老师就一直看到这个大蛇是跟他们说，可是这个大蛇说他不要放过你。大蛇不肯饶恕，这个家还会遭遇什么样的不幸呢？这个大蛇就一直跟着他们哦，这个大蛇老师就一直看到这个大蛇是跟他们说，可是这个大蛇说他不要放过你。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爸爸突然就摔倒在地上，你知道，你看着他的整个人就这样扭曲的，好像有大蛇缠在他的身上，这样要把他卷勒死的那种感觉，整个人这样扭曲到地上，这样滚来滚去，一直打滚，然后抓着他自己的脖子，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呼吸，他就一直勒着，像没有办法呼吸。然后老师看这情况不妙，就说：“我给你给我给土地公就是许愿，说你现在要怎样，要怎样可以解决这个事情。”阿丽呢，起码不讲哈，啊，这个爸爸可能就被带走，就有事情。这个儿子就说：“啊啊，好，那个这样，你跟他说，以后我们这辈子都不再做这个生意，不再杀蛇了。啊，我们一开始从此开始吃素，什么都不要做这样。”就赶快打，也是打，还是要打119，叫救护车，因为他爸已经昏迷了嘛，然后叫救护车去那个医院，然后呢，老师们就，陈老师就帮他们做莲花度，要怎样跟这个蛇沟通，说保证会怎样怎样怎样，叫着儿子要写书文，就是要跟土地公公禀报，然后他们要答应，就很正式，很正式的一个仪式，就不能说了就算，是一个很正式的仪式，让这个大蛇可以心里放下这样，好。讲完了以后呢，书文这个超度的莲花法，要烧很多莲花去度他嘛，度的他的法会做完以后，爸爸竟然就醒了，在加护病房里面就醒了，好，醒了就
大家就想说这事情没有复原了，复原了嘛，哦好，那大家就遵照之前的承诺协定，好，对，就说以后他们就不再杀生，然后就开始吃素，而这事情呢就过了大概四五个月，都全部都很平安，没事，也就没有什么事情。这个爸爸呢可能就觉得，哎，他也好嘛，阿伯代祭啊。他就去想说啊，家里还有一些酒做了一半，不然再抓几条蛇把这个酒通通弄完以后，他就不做了，这样子。他就去杀，又去抓了一些蛇回来，就又把后面这一批的做好了。到大概他做好之后的两个礼拜，他老婆就在公寮里面上吊死掉了。老婆啊，他老婆，他这个事情又开始很紧张了，那怎么办呢？后来就又跑回来。这个美容师又跑来找陈老师说怎么办怎么办，他妈妈又往生了，往生了。那这个事情陈老师就说啊，你们当初就答应人家要这样，好，那你们就没有做到，你们没有做到，那这次呢可能就会比较更难处理。我看这个大蛇，他那个大蛇又开始生气了嘛，嗯，好，所以说你们这次可能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跟这个大蛇沟通，让这个事情过去。后来呢，他们当然他们也是很尽力的，又去那个土地跟公庙后面去找那个小蛇的窝，去跟，因为大蛇都会常常在那一边，你知道吗？就去跟他讲说，请他原谅啊，这样这样这样，常常去拜，但是后来是没有再有人出事，可是他们家的就一落千丈。家道中落，没有钱了嘛，别墅也卖掉了，然后也不敢再住在那边了，然后他的美容院的生意也做不起来，然后那个他们家其他的兄弟姐妹事业都不好，所以你看，我们以前也讲过一个，就是这种动物灵啊，尤其是在她怀孕的时候，对，那种怨恨最深，所以说大家这个不要滥杀无辜，对，母性很强啊，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你。既然答应人家，就不要出尔反尔。对，因为所有人都讨厌被骗嘛。那我已经原谅你，你还骗我，那我就绝对不会再原谅你。对。哦，这个大家记得。接下来，我们请詹眉毛。詹眉毛来。千万别回头看。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韩国的鬼故事。数字十二，在韩国呢是念。西比，这个数字呢，十二，在韩国呢有一个流传非常非常久的故事。怎么了吗？那你眉毛太好笑。不是，我擦轻一点。有一对夫妻呢。尤其他刚好是音响恐怖一点，盖住我的眉毛。有一对夫妻呢，在某一年的十二月十二日，他们迎接了一个。同样，你的表情也不闭嘴。大哥，你不要这样。对。啊，十二故事，要找你。他们在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迎接他们的新的。小生命，这孩子呢呱呱落地以后呢，医生跟护士看了以后都吓了一大跳，这个小孩的五官怎么会模糊不清，他的眼睛一高一低，两边都没有眉毛。像你自己要讲的哦，我刚才做表情配合，一高一低，没有眉毛，那我没办法配合。好烦哦！没有眉毛。好，他的眼睛一高一低，他的鼻子非常的塌陷，没有鼻梁，嘴巴两边都有撕裂伤，血盆大口，完全就是一个畸形儿的样子。护士跟医生看到以后都觉得糟糕，要怎么跟他的父母亲讲？妈妈一看，这是我的孩子！天哪，我怎么生了一个这么丑的孩子？妈妈一直哭，一直哭，她觉得好难过，她怎么会生出一个像怪物的孩子？她不愿意抱自己的小孩。但是爸爸就安慰妈妈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孩子越长越大以后，就会越来越漂亮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小朋友到了学校，同学们都说他是妖怪，是怪物，不跟他玩，全部人都排挤他，孤立他。每一天，妈妈看着自己的小孩被大家指指点点，被他唾弃的时候，妈妈从原本觉得很难过的心情转变成了怨恨，恨这个小孩。到了12月12日这一天，孩子的生日，每一年爸爸都会很开心地带孩子出游，帮他过生日。可是这一天，爸爸出差了，不在家，妈妈一个人在房间里把自己关起来，孩子在家里饿了一整天，一直哭喊叫妈妈，妈妈，他好饿。可是妈妈都不想理他，孩子一直哭，一直哭，妈妈就受不了了，她就活生生的把孩子掐死了。隔天，爸爸回来发现孩子呢？孩子怎么不见了？妈妈就骗爸爸说，昨天他生日，他带他出游，结果孩子走丢了，他找不到孩子。于是爸爸就每一天过着非常难过的日子，但是妈妈每一天过得好开心，她觉得她重生了，她再也不用看到这个可怕的孩子，不用看到这个怪物。就这样子过了一年，12月12日这一天，爸爸已经出差好多天不在家了，妈妈一个人跟平常一样在家里做着菜。可是他一直觉得做菜的时候有人在后面看着他，他就回头看，可是什么也没看到。做菜的时候一直觉得有人盯着他，只要他回头的时候还是什么都没有看到。突然电话响了，他想说这个时候谁会打来呢？于是他就把电话接了起来，电话那一头说，西比，西比，我在家门口。妈妈想说奇怪，这个时候谁会来找他？于是他就走到了家门口，把门打开，可是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妈妈想说该不会是恶作剧吧。突然这时候电话又响了，妈妈接起来，电话那头说，西比，西比，妈妈，我在厕所里。妈妈听到以后吓得赶快赶快跑到房间里面去，把门锁起来，还在棉被里面一直发抖。刚刚电话里的那个人叫我妈妈，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会知道？他觉得很害怕。这个时候，电话就一直响，一直响，一直响，响个不停。妈妈不敢接，她躲在棉被里，好害怕。这个时候，她听到门外有人，叩叩。急的声音就像十几个人在敲门一样，非常的急促。妈妈觉得那个声音快要把她逼疯了，于是她鼓起勇气，鼓起勇气。我们真的忍了很久了。她鼓起勇气去把门打开，可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啊。于是妈妈就松了一口气，想说一定都是她自己在吓自己。这时候电话又响了，叮叮叮，他就接起来，听到电话那头说，西比，西比，我在你后面。这时候妈妈慢慢的回头，还是什么都没有啊，但他却看到眼前的梳妆台镜子里的自己，后面慢慢的有一只手伸到妈妈的脖子上，一直掐，一直掐，
掐到妈妈都不能呼吸了。掐到他的头都180度旋转的时候，在他断气前一刻，他看到那双手，亲手杀的女儿。躺在一片的血泊当中，死去了。烂故事。我想听我海海的故事耶。不是，这完全不合理嘛。这一集是讲掐死他，为什么躺在血泊里？因为头断掉啦。哎，马上投票。好吧，觉得眉毛想很好笑，觉得眉毛想的恐怖的请亮灯，1、2、3。对对对，答案同学，你的眉毛稀疏啊，同学脸不正的。哎呦，回去。冷死我了。干嘛烂摊呢？接下来，好了，这个礼拜呢，又有三位观众呢来投稿了。第一张的照片是家里拜拜烧纸钱拍在一张火焰中有张脸的照片，这是怎么回事？我完全被眉毛，对，眉毛太重，哎呦，真的有一点，而且好明显哦。嗯，可能应该就是说，某一位你当初要祭祀所拜拜的那个对象里面的某一个仙人，那他离开的那个方式可能不是很完整的，可能跟火灾有关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它显像才会是这样子，不用担心。好，这个就是表示说你的祭拜是有达到效果的，是有的。其实他注意看一下，他其他的火焰的部分还会有其他的脸。OK， 好。第二张八八风灾之这个遗址前面合影。却照到了后面有两个女人的身影。这一张要看荧幕会比较清楚，因为这是印刷出来过后。哦。那其实我们在风灾的遗址上，一定都会有这张照片里面的确会存在很多灵体的能量，是没有错。然后他这张照片显像的是后面在墙壁上有两个疑似两个女生叠坐在那边，可是其实它实际的真相是那个是墙壁的斑驳。OK， 但是的确有灵的能量叠在那边，在看他们在这张照片的四周围里面是，所以其实合照的在这个遗迹里面合照的家人不用太担心，因为你去看他们，他们也是看你们就是热闹，是，所以不用特别的另外担心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对，在这边还是要再次呼吁一件事情，有很多的网友寄一些照片给我。要我帮你看一下，我做不到，请转给制作单位，我们转给老师看。对对对。Me? No no no. Thank you very much. 欢迎下一位，陈真。床边的湿脚印是谁的？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呢，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跟我同寝室的一个朋友，是真实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我们这个 dorm 里面的这个女性朋友呢，她那时候就想说还要去槟城，因为槟城的这个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槟城，这里就是天气又很好，然后很适合度假。可是她因为她没有什么钱，所以呢，她那时候就在网络上找比较便宜的那种可以一个人住的，她不喜欢跟住人家一般的那种青年旅社，她想说一个人可以住的一个小小的 house， 那种2层楼的，然后可以在这边半工半读，然后一个月在槟城玩。然后就后来找到一个在槟城的郊区的一个2层楼的民宿，而且其实还蛮大的，有客厅、厨房，然后楼上还有房间、浴室，就很完整的。虽然它就是比较郊区，交通比较不方便。然后当天去的时候呢，这个房东还跟他讲说，里面所有的家具你都不要动，就是你在里面，你就是拿你的衣物，你就是放在里面，但是里面的东西你都不要动。好，他就住进去。他走进去，先去看这个整个民宿的这个装潢，他非常喜欢。右边有一个那种古老的大钟，那个钟很漂亮，好像从古堡来的。
那个钟就一直维持在3:45，可是那个钟没有电了，所以那个下面的钟摆是没有摆动的。然后那个咖啡色的皮沙发旁边有木质的这个厨具，看起来好像有点那种西方小古堡的那种小庄园的那种装潢，他很满意。可是说也奇怪，就是他发现他的沙发下在打扫的时候，沙发下的沙发的那个坐垫的下面粘了几张黄色的纸。他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是符，他就不了解那是什么东西。对老外来讲，看到那种黄色的东西不知道什么，他就把它全部都拔起来了，全部都拔起来。然后呢，到了厨房之后，就发现厨房的柜子，像碗啊、锅碗瓢盆下面也有一张一张黄色的纸。他还想说，这是马来西亚的，因为他第一次到槟城了，20岁的小女生也不懂。他说这是马来西亚的便条纸都长这样吗？还是说这个是一个当时人家住在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个什么？他不了解，他就把所有锅碗瓢盆的那个下面垫的那黄黄纸，因为垫的也不是很漂亮，要么就垫一片，他就一小张一小张全部都拔掉。好，把它打扫得很干净，慢慢到他自己的房间，就发现说他的房间的那个床架，就是两边床架，也在床架的后面各贴了一个黄色的纸。他想说，这上一个住客也真奇怪，真的，这好像对他来讲像什么？像便利贴嘛，像老外那种黄色便利贴，就说哦，马来西亚便利贴长得比较长啊，上面还有写黑黑的东西，就把它全部撕掉，反正看了碍眼，全部都撕下。他说印象很深刻，他第一个晚上睡着的时候，他先梦到他的整个天花板开始在渗水，就滴滴滴滴一直在渗水，可是渗着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好像不是水。他发现那个所有的那个液态全部都扩散到他整个天花板是红色的一大片，然后突然变成下雨一样，啪啪啪啪啪一下，就像红色的，全部都是血。然后他梦中呢，他就是一直被那个水这样一直滴滴答，他就醒了。然后醒了之后，就发现他整个背后就是一阵水，但他看是白色，他想说啊，可能是我自己流汗吓出冷汗，他就想说要去厕所，你知道吗？一跨那个床，立刻滑倒。就发现他的床旁边有一小滩水，他有说，刚刚我做梦，那个是梦啊，我就算流汗，流的是背啊，说流汗要流到床旁边有一滩，这好像不太可能吧？他就开灯，想说是不是自己杯子打翻还是什么？开了灯，发现那个不是一滩哦，是个水的脚印。哇，原边竟有水脚印，更多离奇的故事马上回来。我做梦，那个是梦啊，我就算流汗，流的是背啊，说流汗要流到床旁边有一滩，这好像不太可能吧？他就开灯，想说是不是自己杯子打翻还是什么？开了灯，发现那个不是一滩哦，是个水的脚印，是一个水的脚印，而且那个脚印不是只有一个，它是有好像有经过的，那有一个步伐。他就好奇，就跟着这个脚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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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后来发现到了厕所，结果那个脚印最后是终止在他的浴缸的旁边。心里越想越毛，他说不要想那么多，赶快上个厕所就回去睡觉了。好，第二天他就照样去槟城，就是市区观光什么的。可是他一直觉得心神不宁，而且眼皮跳得厉害。他一直想知道说，到底昨天那滩水是怎么回事？好，想着想着，隔天回到房间之后呢，他就晚上要洗澡。洗澡的时候，心里还在想说，到底昨天那是怎么回事？那个水脚印怎么来的？想着想着，他在洗澡的时候，那时候是晚上12点。晚上十二点，他洗澡的时候，洗着洗着洗着，突然他那个厕所因为只有一个灯，那个灯突然就这样啪啪啪，它不是暗掉，是一闪一灭，一闪一灭。因为那个灯在外面，洗澡的人全身都是泡，这边都是泡，他就立刻把窗帘一拉开，往上看那个灯，那个。灯就是这样一闪一灭之外，他突然发现他的洗手台上面有一个塑胶的那个漱口杯，塑胶杯突然在他面前啪破掉啊！塑胶杯竟然会这样裂掉破掉，这恐怖！还来不及去反应这一切的时候，他那个马桶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画，那个画好奇怪哦，明明窗户也没有开，那个画就这样左右左右。左右，很缓很缓很缓的，慢慢这样左右左右的摇摆，然后奇怪的是，那个
洗手台上那个小平台有一个他自己拿来装饰的花瓶，上面放了一个假花，一朵玫瑰花，女生爱玫瑰花，它是假的塑胶花，那个花瓣竟然一片一片掉下来，假花哎，一片一片掉下来，吓得赶快随便乱冲，想要拔腿就跑，他就赶快把所有的肥皂冲一冲，也没有什么，就是随便套一件衣服就要冲到一楼去，冲到一楼去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什么声音，当当那种钟响的声音，他心里想，我出来这边，我都没有帮那个钟换过电池，而且那个钟的时间就一直维持在3:45。可是那个钟响的声音大到好像是直接在他耳边巨响，当当当，而且他人在2楼，那个声音非常巨大。他觉得说是不是有人闯进他家门了，还是怎么样？立马冲到一楼去，冲到一楼去的时候，整个一楼还没有开灯哦，他还没有开灯哦，因为灯是在玄关旁边，还没有开灯，但是整个客厅跟厨房灯全闪了，是用闪的，就是也是像刚刚厕所一样闪，啪啪啪啪啪，一直这样闪。然后可怕的是，他往左边看，他的厨房所有的柜子跟抽屉全开的，全部都是开的，而且是一开一合，就是上面的橱柜是这样开合开合开合，下面抽屉是这样，好像有人去硬闯硬拉的感觉，啊，吓得吓死了。可是他住郊区，整个槟城他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那时候是晚上3-4点的时候，他哪都不敢去，自己穿着外套坐在自己的家门口等到天亮，整个房间都不敢去。到了一大到早上，他就立刻去找他的房东，他跟他房东讲说他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房东进来，看到所有的之前贴的符全部都被拔下来，他说你是不是有看到我的床跟我的柜子都有贴那些？他说那什么，那不是便条纸吗？他说那不是便条纸。然后问他说为什么要贴这些东西，他才告诉他说原来这个房子在10多年前的时候，因为金钱的关系发生一场非常大的大火，所以一家三口都葬死在这边，然后那个邪灵就一直在里面。后来他们是找特别厉害的这个驱魔人哦，帮他们特别这样子贴着这些符才可以镇压住。但是在槟城的人是没有人敢住，因为这已经上了新闻，大家知道这个地点，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只能租给这种观光客。然后你知道他有多不信邪？他说我不相信这个惯例乱子，怎么可能？他说你调监视器给我看，因为监视器只能去拍到家里门口的外面嘛。那个影带拍到晚上12:01的时候，家里的那个大门口的木地板的细缝当中，突然钻出一些黑烟，就那黑烟开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形体，很明显的形体，有大人，有小孩，有女人，黑烟的形体，然后就从门缝中最小门缝全部钻进去。所以他后来那个房东去找以前帮他们贴符的这些师傅，才说其实他们家昨天有7个恶灵在里面，也就是当时那一家三代的那个灵其实是没有走的，只是暂时被这些符血先制压住。那因为这个我的好朋友他并不知道，他把这些符全部拔掉之后，这些灵全部从地上又再窜出来了。对，不能。你好朋友眉毛粗不粗？毛不太粗，细细的，所以压不住。所以要画粗一点。来，投票，觉得陈真讲的比较恐怖，请亮灯。1、2、3。好，来换位置。真的，真的。往下伸出的手。我们大学在这个泸州，那么现在是在官渡。在泸州的时候呢，那还官渡大桥。大家就很喜欢往淡水巴黎那边去夜游，在阳金公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我看到了一个就是路边的车祸，而且有着火的车祸。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哥大，我们自己还没有能力有大哥大，有大哥大的也就是那种大的黑金刚那种。然后我就开走了，开走以后我们到了过了这个中山楼，紧接着就是文化大学的时候，那边就有公共电话了。那我们就打公共电话，这时候电话就响了，叮叮叮 ，CB 这个派出所报案 ，CB 我在派出所，啊，报了案，然后这件事情也就过了，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啊，能够可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大概帮助了一下人吧。我讲过，我前面有从小到大是不信邪的人，然后我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样子的事情。结果在大三的时候，突然有一次就发生了，就是我在
宿舍，我们自己在外面租的房子，宿舍里面睡觉。半夜就突然觉得口渴，想要上厕所，眼睛睁开要起床。我第一次发现什么叫做鬼压床来了，我全身没有办法用力，而且我也知道我已经用了力，但是我就是起不来，我连头都没有办法抬，但是有办法能够这样转，然后眼睛我知道我是睁开的，我的正对面，我的床的正对面，这边是门，我的床正对面就是冷气，那时候还是买的二手，学生比较穷，买的二手的窗型冷气，夹在窗上那种窗型冷气，就从冷气那边我就看到一个黑的影子，就从那个冷气风口啪就这样，冷气风口就这样啪出来，就跟电影大法师那种贴着墙壁这样啪就下来，然后顺着那个我的脚里面就上来，一个黑影，上就一路我就觉得从我的脚很冷，就从脚上一直窜那个骨髓这样啪往上上来，突然就是砰上一个黑影就上来，我看不清楚那个人长什么样，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黑黑。就很明知道是一个黑黑焦焦的一个状态，脸是黑黑焦焦的状态，不是黄子佼的焦焦。但是是对我笑，对你笑，对我笑。我傻在那，我对我笑，然后我居然对他笑了一下，撒啪就退了，我对他笑完就退了，这件事情也就过了。到了退伍之后，同样的夜游，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是一件非常开心浪漫的事情。哇塞，退伍了还夜游？退伍了还夜游？老天爷！有一次带了这个男男女女啊朋友们去了阳金公路，往擎天岗那边走。然后擎天岗那边呢，晚上大家今天晚上那边还有一些石的，那个板凳啊，石板凳，然后大家这边就聊天啊，讲笑话，有人就开始故意在这个时候讲鬼故事，大家坐就大家这样坐呢，石板凳，然后我坐外面这样子一个位置，很开心哦，校园著名快乐就好啊。是什么让宋少卿吓一跳？稍后告诉你。快乐就好啊！就在我旁边，就站着那个黑黑焦焦的那个。他慢慢靠近我，看他慢慢靠近我，他对着我笑。所有人在问我什么事情，可是我耳朵里面只有，就是像现在，如果大家把手这样捂在这边耳朵那种声音，嗡的，我只听到嗡嗡说少卿怎么了，少卿怎么样，就嗡嗡。少卿怎么了？对，但是我没有办法回答。少卿怎么了？少卿怎么了？我还是对他笑了一下。啊，这次是他就是这样飘走的，这样退走。紧接着各种的网络世界问世，对不对？什么最早的那个 message， 微信等等的，就在这个时候，大家的联络才会越来越好。我一直没有参加过小学同学会，后来脸书上被同学找到了，那我就开始问有些人啊，那个谁，那个吕某某现在怎么样？哦，在大陆发展得很好。我居然打了一个同学的名字，这个某某某某某某，打了名字问他最近怎么样。隔了好一阵子。有一个同学飙进来谈，啊，你不知道吗？啊，在我们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阳金公路发生过车祸，然后车子起火，然后他被烧死了。然后后来是因为警察接到电话，所以警察赶过去，然后把这件事情处理了。原来那个电话。是我打的，所以他来的时候都去跟我笑，那我跟他笑笑，他就走。谢谢。好，宋少卿讲的恐怖的擎天灯，一二三。哎呀，恐怖，果然恐怖，来颁奖，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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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啊，这啊，这啊，这。康哥，你真没吓到我，你吓到我。塑胶手套没见过吧？来，星星坏飘打击拳套，好不好？这个会保护你的啊。这么烂手套，跟烂故事是一样的。难得找到这么烂的，好不好？好，谢谢，请坐。今天谢谢大家。